进入剑齿虎的大脑。卧槽，这东西怎么咬人呢？给你脸了是吧？有本事再咬一口。别叫了，我这就去你脑子里面看一看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。拿出珍珠进去吧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牙齿，这上面应该就是他的小眼睛了。我还是先看看这些牙齿吧，外面那个白色的应该就是最长的。现在继续往里走一走，后面这应该是他的大喉咙，上面这是什么？扁桃体吗？这里面关着好多的动物，还有这么大的牦牛以及科莫多巨蜥，想必应该是他的食谱吧。这些还有很多是古代灭绝的动物，这小东西吃的挺丰盛啊。现在去他的脑子里看一看吧，上面应该就是他的大脑了。从梯子爬上去可以直接来到大脑里面。哇塞，墙上好多的肉，他每天果然都是在想着吃肉。打开箱子看看，箱子里面也全部都是肉，不愧是顶级食肉动物，每天光肉就要吃这么多。换我，我肯定是养不起他。小伙伴们，下期还想看我进入谁？点个关注，在评论区评论吧。进入派对客的大脑。黑小伙子，听说你是个危险的角色，喜欢嘎人，你怎么不动呀？这小模样。进入谁的大脑？点关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哟吼，你们看我遇到了谁？这可是迪迦奥特曼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相信光吗？随我一起去他的大脑里看一看吧。掏出珍珠进入大脑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奥特曼的大脑里。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极其的坚定，这两侧都是被他保护的小朋友们，这些发亮的代表着他永远相信的光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挂着的是胜利队队服，还有变身器等等，把这些拿下来佩戴上就可以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。哦，好帅，更爱奥特曼了。从这里上去就可以到奥特曼大脑内部了，这里仍然充满了被光包围着的小朋友，上面挂着的是不同的怪兽，这些都是我们被迪迦保护着的见证。奥特曼不断地击败不同的怪兽，就是为了守护地球的和平，保护永远信赖他的小朋友们。让我们一起对他说谢谢你。再打开箱子看一看吧，里面是胜利队的各种武器和工具，还有很多奥特曼模型，拿出来部分东西来展示展示吧。这里太小施展不开，咱们去下面拿出奥特曼模型，然后展示刚才的武器。这些武器还是挺厉害的吗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还想看进入谁的大脑呢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进入羊驼的大脑，今天让我们来进入羊驼的大脑里，看看他每天都在想什么。我能感觉到他在骂我，不多说了，直接进去吧。好的，成功进来了，里面好多的羊毛啊。这就是他的大鼻子吧，原来内部也有这么长，看样子也是可以进去的。我们先看看身体里都是什么。好多的草垛，这些应该就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了。没想到饭量这么大，作为人类搞不懂这有什么好吃的。旁边还有箱子，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。都是小麦，不愧是食草动物，吃的都是这些。这边还有个箱子，也是草，不愧外号叫草泥马。好了，赶紧去他的脑子里看看吧。从梯子爬上去，上面有好多的水，怪不得喜欢冲别人吐口水。
这里也都是水。再看看旁边的箱子里有什么。算了，不想看了，羊驼每天的想法都太简单了。进入猪的大脑，今天我们来进入猪的大脑，看看它每天都在想什么。就用我手上这个墨影珍珠，准备好了吗？出发。好的，成功进来了，这就是它那张猪脸了吧？快在评论区@一个和它长得一样的朋友吧。地上怎么这么多只兔子？难不成每只猪都在想念嫦娥吗？果然对得起天上地下天蓬元帅的威名，这就帮你借借想念。地上好多的箱子，还有西瓜和南瓜，打开箱子看看它每天吃的什么。有小麦，还有浆果，必然有的西瓜。去另一边也看看，哇，苹果，还有马铃薯，看来它每天的伙食都挺丰盛啊。上面是它的大脑，走，去看看它想着什么。想吃，想睡，再看看箱子里。我去，全是兔肉，原来它不是想念嫦娥，而是想吃兔子。果然猪是杂食动物，每天除了吃就想睡觉。哟吼，你们看我遇到了谁？这可是迪迦奥特曼啊！小伙伴们，你们相信光吗？随我一起去他的大脑里看一看吧。掏出珍珠，进入大脑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奥特曼的大脑里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极其的坚定。这两侧都是被他保护的小朋友们，这些发亮的代表着他永远相信的光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挂着的是胜利队队服，还有变身器等等，把这些拿下来佩戴上就可以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。哦，好帅，更爱奥特曼了。从这里上去就可以到奥特曼大脑内部了，这里仍然充满了被光包围着的小朋友，上面挂着的是不同的怪兽，这些都是我们被迪迦保护着的见证。奥特曼不断地击败不同的怪兽，就是为了守护地球的和平，保护永远信赖他的小朋友们。让我们一起对他说谢谢你。再打开箱子看一看吧，里面是胜利队的各种武器和工具，还有很多奥特曼模型，拿出来部分东西来展示展示吧。这里太小是展不开，咱们去下面拿出奥特曼模型，然后展示刚才的武器。这些武器还是挺厉害的吗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还想看进入谁的大脑呢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